咱新竹多上庙的本领哦，吼、哦，咱台东多上庙建立于民国39年哦，就是咱台湾1950年由着咱刘秀芳主任员啊，带领着40个新竹新将哦，今日来给咱上镜啊，吼、哦、啊，这个。比如介详细这个介绍啦吼，咱这个民国38年这个时阵，咱新竹多上公庙啊，有一个这个庙方啊，我对是相机哈，用相机，你退休了后吼，这个挂着一尊天桥大光明君来咱新竹多上公庙吼，这叫彩光吼，连月如云，远处来，这是个庙堂，我感觉很好。新竹多上公庙，是阮兄弟啊帮助着做个大家啊，真侪好朋友吼。所以啊，在咱个台东这个地区，在这个后底民国39年，来咱新竹，也请咱个这上阿公啊做咱个好朋友，啊来敬奉咱台东台东个这个多上庙吼。非常个无简单，咱所有咱乡。啊，到这个这个时阵吼、哦，已经超过73年这么久的历史吼。咱用上届的这个歌声，感谢着咱来自大家多少公庙，也是咱73年吼、哦，咱的分灵，咱的幽庙，现场的朋友，来一个上阵的歌声，欢迎咱大家多少公庙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多谢多谢。咱新竹市崇德会，也是咱新竹都城隍庙的崇德分会吼。每一年，所有外省来的神头，拢用阮会所有义工、所有朋友会社吼，来做这个招待啦吼。感谢着咱崇德会、咱陈忠兴会长、咱陈忠礼会长吼，谢谢，感谢，谢谢，谢谢。现在啊，咱。现场的朋友有什么无同款的感受无吼？你甲去看一下吼。咱台东大家多上庙，是咱新竹多上公庙，啊，咱的分庙，伊分是牛马将军，咱即马金云将军，哦，每一个咱咧行的这个脚步吼，拢交咱新竹多上公庙的脚步非常的稳，非常的稳吼，啊，咧舒舒服服。一步一步吼，啊，拢行了真稳啦吼。啊，这个稳的程度是要来啊，照顾着咱所有千千万万咱在中华民族所有老百姓吼，拢会当个安居乐业，拢会当个吼，真好生活，真好趁食吼，咱会当安尼自食无灾，不得有田吼，日日拢能上平吼，真幸福吼。Thank you.
咱感谢大家，我看到台东高雄庙吼，咱的宗主吼，咱的樊师姐，樊师姐，你要走去倒啦？你要去介绍你，你拢无举手。咱今仔日头先吼，有咱台东高雄红庙，咱的宫主吼白师姐，你看伊笑起来吼，差不多三十八岁尔，来三十八岁尔，会手发来去笑三下吼，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已经到咱关圣帝君啊吼，啊！但是我有看到咱超顺直接讲吼，一个我的好朋友吼，林天凤所长哦，伊来感谢咱的邓秋平，手无伸较悬的，啊，再看一下你哦，谢谢啊，谢谢，谢谢丁哥，谢谢。
现场的这个好朋友吼，咱所有信众吼，因为这个广告后壁开的这个资金吼，若是伫咧聊天的中间有落下来，其实哦，会咱来叫做去送去政府啦吼。迄个小朋友囡仔，啊，那咧较无，那咧遐尼啊顺吼，会安尼学袂好吼，咱来送去政府，啊，咱咧每天吼，拢甲叫人去吼，做一个上届做阵的这个使用啊。接着现场所有好朋友的这个双手，咱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来自咱台东高雄的有咱有秀峰水林湾大力的团队，欢迎咱台中啊台东高雄公园啊来迎接咱的感谢台啊，所有的好朋友买一张特别啦，看起来咱台东高的这个景观。也神韵啊，因为其他一直就有婚礼哈，也是叫咱新竹都有成功呀，神韵啊，非常非常的感叹哈，非常非常的感叹，谢谢，再次感谢来自咱台东高雄朋友，咱有秀峰的队员所带领这个团队哈，感谢咱这边个39年啊，就已经结缘成功了哈，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谢谢。Thank you.